好，由于我们聊到那个寄生上流啊的这原因哈，讲到那个贫富不均的结果，或者说在下层的人要往上爬，要去赚很多很多钱哈，这样子的这个题材，有同学呢就提到过那个原来有这么一部不知道是电视剧还是电影，叫《笑红颜》啊。你们讲的蛮好玩的，你怎么去到那边，然后拿一个什么，老爷去世了以后留下的家产，里面有个铁盒，怎么打开以后飞剑出来，怎么要一个死一个，要一个死一个这样，这种为财而死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，到最后其实你只要三餐温饱，然后跟你有300亿的差别在哪里？那其实不能怪的，你不能怪人家的。如果那个钱在那边的话，不要说300亿了哈，2万块可能都会出人命。这个对于这个东西，没有人太清高的，也不需要太清高哈。我又是小时候了，这是真的是小时候，因为在电视里面看的，电视里面看的，说有一群人去那个。去那个叫什么爬山的人，老中青三代都有，而且每个人都是很健康的，每个人都是很正直的君子啊、哦。你看喜欢爬山的人哈、哦，没有理由用这个方，这不是一个形容好人坏人的方法了。可是你这样看，那么爱好大自然什么什么，老的退休了，然后中年的有中年的那个这样什么什么，然后年轻的有年轻的求学的中年的。三代大概一行大概8个人啊，里面有2个女的，就是老太太跟一个年轻的女孩之类的。这群人就去爬山啊，在美国很流行这个。爬上以后，他们有收音机，收音机里面听到了一个说法，说刚刚有人劫机了。劫机以后呢，就把大量的钱，飞机上的钱，就开了飞机的舱门，然后跳伞下来。然后他们就闲聊，继续爬山，继续爬山。哎，你要这样，哇，那是200万美金哎，说两百万的现钞哎，什么什么什么啊？想想那个时候都钱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走走走，突然有个山，你看，远远看到个降落伞，一路这样飘过来。他们对一下地方，哎，对哦，那班飞机是飞过这里的。哎，你觉得会不会是那个人？刚开始非常正直，我们去找他，把这个人找。找到以后呢，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呢？我们就可以怎样去报警啊，很正直的。哎，他们这也是开玩笑的，聊聊聊聊，就继续走，继续走。走没多久呢，突然从树林里面呢，闪出一个人，穿着一身的一个制服哈、啊，然后拖着一个伞，背着个大包，那样子。难道你就是吗？开始了一阵挣扎，啪啪啪，弄弄弄弄弄的时候呢？原来他爬山里面有一个老人家带了一把枪，我已经忘了细节了哈。枪掉来掉去，掉去，而且是一把很简单的枪，不是没有什么杀伤力，可是可以死人的，可以打死人的。拿起来，其中一个人就把这个跳伞的人砰一枪，因为太危险，又好像跳伞的人有去袭击他，就是砰一枪打，这个跳伞死掉。他们收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人可能还不是那个劫机的那个人。对，完了完了。这个时候出现的第一次一个问题，这个人说了一句：“惨了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杀了人，旁边人马上你杀了人，是你开了枪，我们没有事。”哎，本来一群很正直的人，开始就有很多情绪上面的变化了。好，然后那个人就很被孤立，是我杀了人的，那什么什么什么，翻，这个人不是那个人呐、啊，有的话他应该有钱呢、啊。准备要走的时候呢，发现那个降落伞，他没理过降落伞。原来降落伞里面包着一大包钱，哇！这8个人开始整个情绪全部都变了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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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时候就是，那我们看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因为电影是个电视的制作的电影，可是真的是要把很多人性的起伏，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展现出来。好，这样现在是。那现在是我杀人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不是谁杀人的问题。我觉得现在是我应该要把这个尸体先处理掉，把它处理掉，看那个钱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？这样 OK，那好，决定分钱，决定挖洞，把尸体埋起来，全部变共犯了。
后来就这样子了。好了，那可能警察应该会知道那条路线，也会来这条路上的。如果他们碰到我们，我们怎么说呢？不，有一个年轻力壮的，对地理很熟的，换一条路，从另外一边走。哇，好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分个十几万美金，很高兴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那、啊、很重要了，很重要了，开始他们的大队走。好了，接下来这个长话短说，走的时候开始有人不行了，有人扭到了，有人受伤了，然后开始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什么有人生病了，这样子开始变成很大的负担了。最后一个镜头很感人的，当他们冷到都不行了，食物都吃完了，没有了，迷路在山上雪山上面的时候，把那包钱倒出来点火，用那个钞票来点火来取暖，啊，这个戏讲到这里。那当然中间也更重要了，已经开始很多争执了。有人认为生病的应该让他死掉，把他留在这里就好了。有人就说开始打架了，最后打来打去，杀来杀去，全部死光光。这是我曾经看过另外一部是有关于那个钱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，人性的开始的变化哈。我不是用那种很清高、很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讲这个事情，只是我觉得啊，我觉得有这么一部电影，就是搞不好你们还可以帮我找出来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应该分两集，这个电影讲太久了啊。那我还是想聊一聊那个从那个《寄生上流》里面可以谈得到一些韩国的一些生活的状况，就是我所知道的哈。OK。今天先聊到这里，谢谢。